梦中复梦，长夜绵绵。人在世间，确确实实是梦中之梦。啊，这一句话，若不是过来人，说不出来的。几个人晓得？这个人生在世间是梦中之梦，等到哪一天你证到阿罗汉果了，哎呀，恍然大悟，从前都是做一场大梦啊。等到你明心见性呢，正得化身大师了，想到阿罗汉，哎呀，也是一场梦啊。我们六道岂不是梦中之梦啊？真的，境界往上提升，这个事实真相啊，就见到了。至虚为实，成果确实啊，这个是讲六道的众生把假的当作真的，无始劫来到今天呢，从来没有觉悟过，这就苦了啊。下面这是对于三宝的赞叹，不由处世之大觉大圣，其书于而觉之曰：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我们讲经说法，把这个事实真相说明白，我们怎么晓得人生宇宙的真相？这一段话文句不多，把六道众生的状况都给我们描绘出来。我们看底下一段，纵事业深厚，不能顿断，当方便质疑，自劝自信。这个修行非常重要，事业是指过去世生生世世所造的恶业，这个恶业呢，在现前我们能够觉察到的呢，就是习气啊。不过要晓得，习气呀，就是续业，就是续业的现行呢。啊，深厚，这个深跟厚啊，就产生障碍了。障碍清净心。障碍了智慧，障碍了德能，障碍学习啊。譬如这个参禅念佛最常见的毛病呢，一个是昏沉，一个是掉举，
那都是事业深厚啊。什么是昏沉呢？这一盘腿打坐啊，就打瞌睡了，就睡着了。念佛的时候，你看念佛在止境的时候啊，他一坐下来了，没念多久了，就打瞌睡了，所以还打呼了啊。我们在念佛堂里面常常看到的呀，啊，还有一种呢，他不是昏沉，叫吊举。他坐在那里，只一坐下去之后，心里头七上八下，妄念纷飞。啊，不念佛的时候，我没有妄念呢，我这一坐下来，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妄念。这都是虚业深厚的现象，这个很不容易断的。啊，为什么呢？不是这一生的习气，生生世世的习气，啊，哪有那么容易断的？啊，虽然不容易断，但是一定要想方法来克服它。我们的道业了才会有进步啊。所以禅堂跟念佛堂都有见香的啊，有见香的法师手上拿一个小幡啊，小小的幡拿在手上，你打瞌睡的时候，他就拿你幡的时候在你头上绕绕碰碰，啊，你就警觉到了啊。这都是方法。现在在这个道场啊，这种机会都很少了啊。现在讲民主自由啊，讲人权呢，不能干涉别人啊，所以我们必须自己要想办法警觉自己。如果是昏沉，我们就站起来啊，或者是绕佛走动，或者是拜佛啊，用这个方法来调整自己。如果是吊举，那就一心念佛啊，但这个时候坐着念是最好啊，一心念佛，用这个方法。平常我们妄念很多，念佛也压不住，这种情形也很多啊。啊，用什么办法呢？读经，读经也压不住，研究经典啊，你这个念头啊集中在这个经典里面，他妄念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啊，要自己想方法来对治啊，来对治。所以当方便即治，自劝自省啊，自己要勉励自己，要认真，要努力，要把这个难关克服。第29段，放开怀抱，看破世间，宛如一场戏剧，有何真实？这是莲池大师讲的啊，这个我们容易懂，不难体会啊。世间不容易看破，可是你要看戏呢，就比较上容易了。人生也不过就是一场戏而已啊。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梦醒了啊，想一想梦中
那个境界还能够记得很清楚，人生也跟梦境一样，确实不真实啊。所以何必要为难自己，何必要造作恶业啊？佛在经上常常劝我们，这世间万般降不去，这个世间东西没有一样你能带走的，唯有业随身。你说这个多可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决定不造恶业啊。在这个世间我们吃亏上当，我们还是欢欢喜喜啊，绝不在意啊。为什么会不在意呢？因为晓得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心呢，自自然然是平静的，自自然然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这个就对了。敬重这个法门，最极殊胜、无比殊胜的，是叫我们抓到一个真实，抓住阿弥陀佛，决定求生净土。这个是其他宗派法门里面没有的啊。其他宗派要想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一生得到圆满成就，给各位说不可能啊。如果可能的话，华严会上文殊普贤何必要求生净土呢？啊，在我们中国这将近2000年来，历代这些祖师大德，禅宗开悟了，教下大开眼界了，最后都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佛求生净土，那是彻底究竟觉悟的啊！知道什么呢？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这个是真的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这一生非常非常幸运的遇到这个法门。第三是达誓愿之自治，了万境之如空，而成败立顿，性味消然矣。大师通达誓愿之自治，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知道三世因果报应，就是这个意思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知是自自然然现前的啊。了是明了，明了万境皆空，但仅是外面境界都不是实在的啊！我们自己一生是果报而已，这个话也是佛在经上说明的
人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佛给我们答复：人生愁业，愁是愁肠啊，啊，业是你从前造的业，你造的善业，现在就有善果。你造的恶业，现前你要受恶报。人生什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因缘果报啊，没有别的呀。这个说的才是真正的事实。所以晓得人生在世是因缘果报，做大官的发大财的，他是过去修的福这得的福报；聪明智慧的是从前修的法这一生得的果报。啊，贫穷下贱是过去生中修不善业得的果报，没有一样是勉强的，真的。业因业果莫非前定啊，这就是续缘之自知。人要把这个事实看清楚了啊，人生里头什么味道都没有了，成败立顿一场空啊！啊，什么成功啊？成功在哪里啊？啊，失败了，败在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成功等于零，失败也等于零。所以对于这个世间一切自自然然就兴趣味道没有了，心里面就清淡，这智慧才真正现前，才能够彻底见到事出世间的真相。啊，一般人为什么见不到真相呢？他在这个乱哄哄里头兴趣可浓了，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兴趣？这晚清记记得很好啊，这真的要常常去读它了。这个每一句里头意味非常的深长。第三十一段，一安全禅师用功甚锐，这个锐就是精进，就是很勇猛啊。至晚，每一天到晚上的时候，必流涕曰：“啊，晚上反省这一天，他会流泪呀！啊，今日又这么空过，未知来日功夫如何？啊，一天那么样勇猛精进，到这个。”晚上反省，我这一天又空过了，明天不晓得功夫怎么样。事在众，不与人交易。啊，他平常这个修行的样子，从这一句里面我们就能够观察到了。平常他跟大众相处啊，一句话不说，心在道，没有时间给人打招呼，也没有时间呢给人谈话了，叫杂心闲话了啊。这是个真正用功的人，在从前古时候，寺院丛林当中，
老修行呢都是这个样，你见到他问他，他理都不理。那么到寺院谁照顾你呢？知客寺，知客寺是专门接待客人的啊，是接待信徒的，里面的轻重啊，就真正修行人轻，这叫轻重啊，不管事的，他们见人理都不理的啊。现代时代不一样，现代要这种修行，这个人呢，人家一看呢，这个和尚有什么了不起啊，臭架子这么大。时代不一样了，这从前看到这种人又不是从内心起的恭敬心啊，现在这种人出现的时候会被人家瞧不起侮辱，叫一切众生造口业啊。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呢？不可以这样做法啊，我们做的对不对呢？我们做的对，但是你叫他造口业，你叫他受恶报，你的慈悲心没有了 啊。所以在什么环境，在什么时代，要用什么方法，我们要知道。那么这是莲池大师讲，明朝时候可以，是不是？五百年之后今天不可以，是不是？时代变了啊，所以今天见到人呢要笑口常开，是不是？第三十二，微寒是雨下，苦热复思冬，妄想能消灭，安身处处头。怕冷就想到什么，哎呀夏天多好啊，夏天又太热了，还想到还是冬天好。这都叫什么大妄想啊，大妄想啊。不过现在呢跟从前不一样，现在如果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天太热了，冬天好啊，我们就可以飞到阿拉斯加那边去，没有问题，是不是？如果现在太冷了，往赤道那边飞也很热很暖和，是不是？现在可以，从前做不到，那就打妄想，是不是？现在妄想可以兑现，是不是？以前那个妄想不能兑现的，啊，叫打妄想。如果把妄想舍掉了，心安就理得了，是吧？安身处处头，啊，这要真功夫啊。不是真功夫不行啊。在早年民国42、43年的时候，大概43、44年的时间，台湾第一次印大藏经，那时候大藏经啊怕很不容易推销啊，所以佛教会就发起，那个时候的佛教会的理事长是张家大师啊，这是很早的时候了。那么由道元老和尚主云法师这事情是主云法师告诉我的啊，好像有这个一个东初法师啊，这个有十几位法师环岛去宣传，劝这个寺庙，劝这个有钱的
居士呢请大藏经。夏天呢很热，环岛宣传。张家大师他是这个西藏的一个派系的和服，他们那个衣服啊穿得很厚啊，一层一层的很厚啊啊。那么我们汉人的法师穿的衣服就比较单薄了啊，这个夏天比较舒适一点。尤其是道元老和尚，道元很瘦啊，不胖啊，一天到晚上走吃了说风。那个张家大师啊，你看是端坐在那里若无其事。有人就问大师，你穿的这么多你不热吗？张家大师说，心静自然凉啊。那个道元老师听了之后说，我惭愧得不得了。这个真的是要功夫，是要境界啊！他穿那么多一大堆的时候，他不认。这个是真有功夫啊！这个不是假的。所以真正到忘我，真正到忘尽，那就行了，才能达到这个境界。第二首。草石甚空腹，草石是吃得很粗，是很不好的这个饮食。空腹是挨饿啊，总比没有东西吃要好得多啊。毛汤过怒居啊，这个毛是茅草啊，茅草就是小茅棚，非常简陋，住在这个地方比住在树下住在外面那要强得多了。人生皆知足，烦恼亦是处，主要的就在后面这个一句，劝导我们人要知足，要随缘。一个人一生呢，能知足，能随缘，叫真快乐，真正的享受啊！啊，这个才是真实有福之人啊！一切都随缘。不要去起心动念打妄想，我要做些什么，我要怎样做，那叫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啊！佛教给我们，我们要有愿，不要有欲望。我们有大愿，弘法利生呢，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但是不可以有一个心，我要想什么方法帮助人，想什么方法解决问题，那叫自找烦恼，自找苦吃啊。那么这样说起来，我有愿又不去做，这个愿不就落空了吗？愿不落空，愿要做啊！能力没有的时候，每一天早晚扩送我法愿，那你就是有这个心。如果有缘分呢，我们就做。这个缘少就少做，缘多就多做，没缘就不做，这才自在啊！啊，也许你们同修们呢，听说这佛教化缘、木缘，
在古时候佛教里头没有，所以从前人修行呢能成就啊，没有化缘的呀、尤其是化小缘没有过的，你去查查佛经上没有啊。佛菩萨祖师大的化缘像什么人化呢？像那个大施主啊，一个人呐、你看地藏菩萨九华山那个道场，那个明过了，像他一个人化的，哪里是到处化小缘，那个累死人啊！所以这个要知道，这个我们如果对于这些不了解，依照这些陋俗啊这种习惯呢，不好的这个风俗习惯呢去做的话，对我们道业造成了重大的障碍啊。我们这个印经啊，我第一次印经是民国60年在台北讲经的时候，印一本什么东西？《了凡四训》呢，小册子。那时候钱很少啊。以后慢慢人家供养的多了，我们也不问人花言，我要印什么书啊？你们大家出钱呢？没有，从来没有过。大家送我送的多呢，我们就多印。送的少呢就少印，没有呢就不印。我绝不计划着我今年要做多少事情，那就苦死了。那就要去求人了，求人很苦啊。不能干这个事情。我们在台湾两个道场，一个图书馆，我们这边董事长是我们这边的馆长，另外还有一个华藏讲堂，是这个简宏文居士在那里负责管理。我都跟他们两位说，我们不化缘，我们一切随缘，就是钱多了都做，钱少少做，没钱不做，没钱多好啊，没钱我们才快乐啊。他偏偏有人送来，那就没法子啊，就替他用啊，是吧？我们绝对不去找去，找那叫傻瓜了，是那个就不如法了啊。所以无论怎么样做，心都是清净的啊。就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这个道场也是如此啊。诸佛菩萨来护持靠我们自己找信徒来护持，这个太吃力了，那个太累了宁可不干了和尚要化缘维持道场，我连和尚也不当了这太苦了，这个不能干了，是不是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要知足，要常乐就真正的快乐，烦恼忧虑牵挂都没有了这个才自在再看下面一段下面呢是《了凡四训》里头的一段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孝因。这个过恶，过是罪过，恶是恶习气，这就是前面讲的这个续业深厚跟前面这个续业深厚这个意思是完全相同
能不能看得出来呢？能啊，有征兆啊，或心神昏色，转头即忘，这个是业障很重的啊，记性不好啊，什么事情一下就忘掉啊，这个神志不清楚啊，很容易忘思，这个是业障重。或无事常生烦恼啊，没事的时候他不念佛，他不修定，他生烦恼啊，想是个是非长短呢，恩恩怨怨的搞这个东西，自生烦恼啊，这个是恶习气很重。或见君子而冉冉笑语，这个就是好像威大人啊，看到有道德的人，有学问的人，自己好像感到无地自容，他有这个感，有这种感觉啊。用现在话说呢，不敢见大场面啊，不敢呢，这个入大众啊，这都是业障。或闻正论而不论啊，譬如说伦理道德，说正法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他听了不欢喜啊。或是会而人反怨啊，是会是你送礼给别人，别人不但不接受我，还要骂你，是啊，你好心不好心不得好报，是啊，这个都是属于啊这个业障深重的。或者是夜梦颠倒啊，这个做梦啊，梦境里面很乱啊，这个是所以叫颠倒错乱啊，甚至妄言甚至啊，狂言啊，皆作孽之相也啊，这个都不是好相，都是业障深重之相。苟一类此，假如啊，我们自己反省，要有一样啊，像这个了凡居士所说的，继续奋发啊，一定啊要改过自新，学旧图新，性无自恶，人。有命运，为什么有命运呢？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有命运。假如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命运就没有了，你就超越命运啊。命运不好不要紧，不怕，为什么呢？命是自己造的，所以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造，这是一定道理，所以自己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那么我们生下来这一生呢，这个命运是前世造的因，这一生受的果报啊。啊，但是一个人40岁以后受前世的这个因呢就很少了，这一世所造作的那就叫接受了。所以换一句话说，40岁之后啊，那个命运是关于你这一生的，40岁以前可以说是你前生的啊。从相貌相随心转啊，
40岁以后就是晚年，你的相貌要不好，是你这一生没有羞耻啊。年轻相貌不好没有关系，前生的事情，是这一生改来不及了，是不是？所以不要自己负责任，40岁以后啊，自己要负责任啊。你心地清净，有个清净的相；你心地仁慈，有仁慈的相；你修福，有福相。真的 啊你有修慧，有个聪明智慧相。40岁之后转变了，大转变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事实，年轻遭受一点苦难苦报不在乎，我们有体力能够忍受，能受得了。晚年有福报是真正的福报，而且晚年福报都是这一生修的啊，与前生这个影响少啊，这一生的影响力大。古圣先贤为我们道出各种道理啊，事实真相啊，我们能够听得进去，能够听得明白，认真修学，自己就有福了。再看34段，知强顺人情，免就世故。8个字，勿缺你一生大事，道业未成，无常至俗，一心恋机韬光。一心向道，不得再误。这一段是西方阙词里面的。西方阙词这本书啊，很特殊。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嫁鸡孵卵出来的。诸位要晓得，正法决定不用啊祭坛，唯独这一个是例外啊，这个是例外。所以这个小册子啊，印光大师鉴定只有这一个，其他的通通都不可以相信。那么这是有特殊的因缘，从这个西方阙词里面我们看到的，它是在过去，好像是在宋朝的时候，有几个志同道合专修净土的念佛人，10几个人，这10几个人是好同参，其中有一个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其他的人念佛没有成功。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佛兰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同参回来了，度他这一批人啊，又把他的一共12个人，所以自始至终都是劝他们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句是妄言。所以印祖说这是真的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它里面的开示啊，非常的精要啊，非常的扼要，非常的精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净宗的好书啊。但是它的来源是很特别的，是
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啊，这就是觉明妙行菩萨了所说的。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就是他从前这个同参呢已经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可见的人家升到那边时间实在讲也并不是很久，从凡夫就证到菩萨的果位，道家慈航来度他这一班同学。这个世间事情往往世人看作迷信，但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我们的肉眼凡夫接触的境界有限啊，确实有六道，确实有佛菩萨啊，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这段里面开始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遭遇到的啊，什么东西呢？现在人讲啊，人情佛事，这把我们害惨了啊！啊，他这里八个字啊，强是勉强，哎，随顺人情。啊，免就事故啊，这八个字呢，对于一个念佛求生西方的人呢，那的确是造成了大障碍啊，你这一生就去不了了啊。这是我们修行人呢一定要高度的警觉，念佛人心一定要清净，决定不要攀缘啊，随缘不攀缘。我这些年来因为讲经这个道场啊都留着录音带，录音带流通出去了，我也没有版权啊，谁拿去转录拷贝都可以，只要他看得起吧，那他就拷贝吧，我也不去阻拦他，我也不要版权所有。于是知道的人多了，多了啊，麻烦就多了。什么麻烦呢？电话多了，信件多了啊。好在我在讲经的时候屡次的声明，大家不要怪我，任何人给我写信，信我会看，我不回信啊。我要回信啊，天天写信呢，我也没有办法念佛了，也没有办法了，那就糟了，那我就变成强顺人情，免就事故啊，误了我一生大福啊。所以这个要请大家原谅的啊。他这个写信给我说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绝对不会的啊，这是要特别谢谢大家的啊。那么通常呢我会寄书给他啊，我会交代这个道场里面的寄书啊，寄给他不回信啊。那么打电话呢，我也不愿意接这个电话，更不愿意在电话里头讲一些废话啊。这个问长问短有什么好问的嘛？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希望大家呢，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给我写信。啊，我念阿弥陀佛，
你一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就心心相印了嘛。啊，我到极乐世界，你要到极乐世界，将来到极乐世界再遇到见到面，这才真正叫同参好友啊。啊，所以现在啊，这个语言呢是越少越好。啊，第一次得罪人了，第二次得罪人了，第三次得罪，第四次就不对了，他就知道了，哦，法师向来都是如此的，不会回信的，是不是？这就大家都知道了啊。所以这个与自己的羞耻啊关系非常之大。道业未成，无常智俗啊。啊，光阴非常快啊。道业未成是值得忧虑的呀。我们今天讲道业讲什么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有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就是未成啊。真正有把握了，行啊。啊，没有把握，人情佛事不能干的，再干不得了啊。我们在大经里面读到，今天听到阿弥陀佛佛号能生欢喜心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都修这个法门的，生生世世修这个法门，为什么还搞到今天这个样子？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两句话，被人情佛事害了啊。这一生你还不能够摆脱人情佛事，来生恐怕还不如这一生。这个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就明妙行菩萨在此地劝我们，急赶快呀，练机韬光啊，自己认真努力修行，埋头苦干，不必让人知道啊。啊，一心向道，他此地一心呢，就是一心念佛啊。他教给我们念佛，念佛最大的忌讳就是夹杂。果然能够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们往生净土就有把握啊，我们这个道业才能成就。所以一定要将世缘看淡，一定要把世缘放下啊，要晓得这个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啊，这个机会真的不容易遇到啊。啊，念佛求生净土不得再悟啊，我们过去生生世世都悟了啊，希望这一生不要再悟啊，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功名富贵通通是假的，你们念书拿什么博士学位、硕士学位都是假的。哎，你们今天是做官发财也都是假的啊，都是一场空啊。哎，干得很起劲啊，搞得很热闹，还很欢喜啊，将来到头来一场空，落得悲哀痛苦啊。所以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自己去尝啊，啊，那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这就冤枉啊。啊，真有这回事情，
那还勉强说得过去，是假的空的啊。所以明眼人看起来叫可怜明德。你看佛经上面常常可怜明德，这是诸佛菩萨看我们六道芸芸众生可怜明德。哎，好了，今天就讲到此地。